你好，范府，这是范府吗？这里正是范府。你好，请问范蠡在不在？西施出事情了，我们需要范大人跟我们一起去营救西施。谢谢。哎呦，还在哪里？真是不巧，我家大人刚出门不久。上哪儿去了？就在湖边下棋。应该在那边。走吧走吧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有小辈们给您点儿。没有没有，走走走。公子们，请先去寻找啊。 这朝代你可以花的啊！不是，退去，走吧。是，先走列，那边没有问题，那边不是。哎，在那儿呢，你看见了吗？屏风，那就是范蠡，肯定100%。范蠡，西施，范蠡，我找到了，你媳妇有事了。请问，你是范蠡吗？你好，范蠡，是范大人吗？范大人，你媳妇出事了。西施，西施有事，西施出大事。 他现在人在哪儿？现在您去，快带我前去，跟随我们一起去找西施。对，跟我们一起找西施。范大人，不跑两步吗？西施对您那么重要，别耍酷了，快点的吧，别耍酷了，你也酷不过我们教主。快快快快！来来来来，快走快走快！我西施。 西施，西施姑娘，西施姑娘，在这儿呢，赶紧去，西施，西施，范大哥，西施，你没事吧？我很担心你。你还记得我们的溪水盟约吗？河沙相聚，白首约，范蠡铭记在心，莫不敢忘。如果现在已经不是昔日溪水浣纱的施家女，是亡国妖姬西施。西施，范蠡痴心不变，绝不负你。 啊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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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？十钱。我就五块钱。五钱肯定是不够的，要不你问问你的。你等会儿，我打个电话，你等会儿我打个电话啊。我，哎，是太好喝了是吗？太好喝。有没有回到纯真童年的感觉？回到了，我觉得我都快成 TFBOYS 了。喝酸奶嘞！来人了！这位客官，老总快！喝酸奶吗？是要投资吗？我现在有五块钱，你赶紧拿点钱，就差五块钱了，快！咱俩一起投啊！对，咱俩一起投，等会儿借给我。但是给我五块。等会儿，小抠，不能给你，一辈子你都当伴郎，我还是你的伴郎呢。你这么抠，谁嫁给你？到底是谁先投啊？伴郎还没给我钱，我投就五块吧，够意思。不行，够意思，快点，给五块钱。一定要10块。10块，我投了。那你签一个。啊，那我呢？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赚钱的。记得我的酸奶的名字叫纯真啊。我姓杜，我叫纯，里边也有一个纯。谢谢恩人啊，记得一定要回来。好的。哦，恩人，给我，恩人，我帮你给他，给我。那你可以把这个交给我的官，恩人吗？你的官人都，买个酸奶就成你官人了，好不好？你也太现实了，好不好？就10块钱，快给我。行吗？可以帮我这个忙吗？我可以。一定要给他，好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好嘞，谢谢。啊，祝你生意兴隆啊！谢谢。祝你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啊！俊凯，哎，你没钱了吧？我十块没用呢，我还把我这15块钱给你，万一有需要用钱的地方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过来给我啊。好，你装着。贺福琴坐黄包车，让他高点价值。两钱坐什么黄包车？我这还有钱，大哥，我这还有35钱，钱来了。我还有钱，快！你知道高点价值吗？马上35，我们这35，快不是11，就多少钱？你别呀，我们俩刚好35，这11够了，35够了。走，快！我想，你不带我们去高点家吗？高点家，我们要解除警报，快来不及了。好，谢谢。一位就是大方的，快走，跟你车走，快！我们可以上来吗？能再坐一位？你上吗？你现在没女朋友，快去！哎呦，真的呀？我是因为我没有女朋友才摆的。不是他们俩有啊？我们有粉丝。去高远家，快走！你快点吧，来，我帮帮你。你帮他推一点。喂，你好。咋了？我们三个够吗？
一共有十袋，码头就在那儿，直着下去就是。走，我带你们去。这样，你们先搬着，我去把官兵引开。好，保重，感谢。哇，哇，给我，哎，多谢英雄。这啊，够了吗？哦，够了吗？这，喂，我活着呢，我没有被抓。活着呢。